今天就是全程都给晋伦开车。那个方，那个左右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代表，那个紧张讲不出。代表什么？那个后照镜，对对，左一点，慢，停。晋伦，你有想要做的吧？还好哎，今天还好。你不是想要练习开车？你不会开车？不是，他是有驾照，但是他很少开车。今天就是全程都给晋伦开车。好，可以。开车，谁的车？谁的车比较大？露营车。太靠了。不是谁的车？那我的车只能坐五个。你没办法，一般的车。你的车？五个。哎，你还有最多。哎，好有意义的事情啊！要。我为了完成他的梦想，我愿意，好不好？哇，好了，好有意义的事情。各位，我们晋伦，不是晋伦，好了哦。好。对。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个左右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代表，紧张讲不出。代表什么？那个后照镜，对对。左一点，慢，停。哎呦！哎呀！哇！努力。人家时速差不多30公里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回来他就会变60。对。刹车也刹得不错啊。真的很顺哎。还不错啊，林俊尔。你是不是腋下都湿？我开超强，湿爆。风对着你好了，慢慢来。可以。过了。OK， 我要去那边按那个。他手伸出去。我们先打，因为太远了，我们先打那个停车档，按一下就好了。对。他窗户下这个，哎，这个。对，往下推，往下。对。没事，刹车。OK， 有 P 档。哇塞，好险，看好，先打 P。好，转多一点，转多一点。加油，加油。第一关过。耶，恭喜。哎。好，加上到50了，过，厉害，过到红绿灯。耶。刹车怎样成就？刹车很，还有进步空间。哦，好。对，是人吗？没有吧？可以吗？今天算是我们7个人第一次这样出游。对。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林晋伦开车载我。对。